全国信托，梅子酱，梅子酱是什么东西？一首歌吗？是吃的吗？这是可以吃的东西。因为就他吃的，然后乌梅是什么东西？乌梅就是黑黑的梅啊，像蜜饯。酱是什么东西？就是你吃完的籽的酱。太好慢，谢谢。那是硬的吧？应该是硬的。酱是什么？不理解。